至诚之灵。澳门演艺人协会1月25日晚于利奥酒店举行第五届内阁就职典礼。新一届李监事在澳门智慧人民例政会会长吴载权监誓下宣誓就职。非常多谢特区政府的支持，也都大家的努力。一直以来我们为澳门希望可以在演艺方面去尽一分力。我觉得我们要继续做多些作品出来。做出作品呢，我们这个行业是要被看见，也都希望被多些人去透过我们的作品，无论是歌啦、影啦、视啦，或者跳舞啊、主持啊，都是需要我们的力量的。澳门演艺人协会期望继续促进澳门演艺界与亚洲各地演艺界专业工作者的交流，并按照特区政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方针，为澳门演艺人士提供发布创作的平台。